换一种方法做桂花鱼，葱姜蒜放在热油锅里炒一炒，油放多一点，把鱼放在葱姜蒜上，加少量开水，盖上锅盖，30秒以后，把每块鱼顺过来，把每块鱼顺过来，让另一面加热，盖上锅盖，2分钟以后。关火，再过3到5分钟，鱼就熟了，可以吃了。桂花鱼切块，提前1到3小时用盐腌一下。这时的盐量要确保够咸，在制作中不加醋、酱油、大料、花椒等，只用油、少量葱姜蒜。开水。